今天我们用莴笋调一个凉菜，配料是里脊丝、红糖、木耳丝、葱姜蒜辣椒，还有点香菜、肉丝，加入盐、胡椒、料酒、淀粉，腌制30分钟，削好皮的莴笋丝放入，看到水开盛到凉水里面，腌好的里脊丝放入，只要一开里脊丝就熟了，盛入凉水中，将烫好的莴笋丝、里脊丝放入盘中，再炒出香味后加入酱油、适量的盐和胡椒，切好的木耳丝，最后加入点醋，这样就将我们刚做好的汤汁，再撒上香菜、里脊、拌莴笋就做好了。